我这回特别来厦门的翔安，看到我一个好朋友伊所起的新厂房。啊，你讲这个起厝，这拢爱予伊审核过啊？是啊，拢爱规划是审图。安尼哦。啊，袂当讲你要安怎起就安怎起哦。袂当啊，拢爱照因的意思啊，包括颜色、外观。哦。这是员工餐厅啊。对啊。哦。员工餐厅哦，哦，阿姨，我刚中昼安排食粥，啊，咱食盐酥啊，还有咱食这個，哦，这啊，这零咖啡啊，哦，啊，然后人客来接待人客啊，口味啊，从拿地到设计，到花苞到建厂三厘，嗯，对，有料准。办公室，好，叫啊，叫办公室哦。金粉财宝带入来，大船入港，金库先安迄落，金库先安吼。即咱太祖家己有遮做，你遮品牌嘛吼，品牌经营伫中国遮敢好经营？品牌经营还需要时间啦吼。那我来2006年来到遮，到要八冬啊。啊，建立一个品牌的信赖度，啊，甲店啊都啊慢慢啊打开啊。啊，所以即摆开始扩厂就对啊啦。啊，扩厂的计划是三年前开始计划啦。嘿。啊，嘿啊，到今日刚好差不多三年了。哦。然后起2万几平方啦。2万几平方。咱台湾平头是6-7千平啦。哦，6-7千平安尼啊。啊，这安尼产能就爱变足大，扩张足大。我这边扩张差不多，我进前的空间是增加20倍啦，啊，产能产值可以扩充到5到10倍。所以咱台商比较做，那是真辛苦的啊。哦，今来足辛苦，足辛苦，因为啥物拢唔捌，啊，啥物拢唔熟悉，啊，所以拢爱回头拍起安尼。好，可以哦。好，现在爱有一个主卧室，以厂为家哦。对啊，没有。以厂为家，哎呀、啊，来家就是安尼。啊，变哪出门，啊，就个一车出去。啊，出门只家己有车，较方便啊。哦，啊，大家家己在只顾就对了。哎、啊、呀，家所有台干，所有的台干拢以厂为家。啊，台湾来拢爱以厂为家就对了。哦、啊，嘛有提供员工宿舍，差不多、哦。可以住200个人的员工宿舍。这边要加强一下。哦，是贵宾来请吃饭的所在啊。哦，就是哦，可以在里面唱 KTV 哦。哦，神明厅哦。嗯、哦，你等一下，来吧。哦，是。这边。啊，你我坐来，坐你家就好个，安尼。对啊，我坐那个。你讲是你那种工作，是不是？这个功能。啊，有时间呢，欢迎咱台湾乡亲呢，吼、哦，来厦门佚佗的时阵，来上安这，吼、哦，行行看看，来这泡茶。